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地藏菩萨广说因果，那么下面就是最后的一段因果啦。就是讲，如果地藏菩萨那拄着呢思想上、观念上有邪见的人呢，那么如果即未不悟呢，继续搁邪见落去呢？那么会感召伫个边地，吼、哦，无即个文化落伍的所在呢，淘汰转世，即受苦受难呢。当然，即个边地有包含着地狱、畜生、甲恶鬼，在人间来讲呢，比较比较落伍、无文化，迄、那个所在众生甲苦难呢，会感召位下去。那么伊安尼讲呢，来看好。若无邪见者，遂遍地受生报。注意安尼看咧吼，就讲拄着一挂邪知邪见的人，那么地藏菩萨讲，你爱多听经闻法，研究教典，了解人生宇宙的实相、的真理，安尼有智慧了后，才袂因为你无明颠倒自业。感召呢去遍地去受生呢，来演讲。地藏菩萨，如果无了心存邪见，唔经信佛的人，就说将来会受到出生在野蛮无文化，这偏僻遍地的报应。诸位要看清楚吼，你啊出生伫野蛮的民族啦。无文化的所在啦，偏僻的一个所在呢，哎，你后摆呢日子真歹过，真痛苦啊！你看咱这地球就好，真济无文明的所在，真野蛮万的国家呢，那人民百姓生活如何呢？哦，你唔敢忍受啊！好，那么注意，乃在这经文内底有一个讲邪见啦。邪见要如何解释呢？来看好，邪见者，只要不正即执见，只要是只要破无四圣谛因果之道理，乃是八邪行之一、十恶之一、五见之一，以为世间呢无可照结果之原因，而为恶不足矣啊。善不足以之邪见，乃邪见中之最最邪者。注意看咧吼，吼，所有邪见内底呢，即款的邪见上可怕啦。邪见当然是毋是正见呐？有偏有错有糟经义，啊，以偏概全，吼，毋是圆满的，拢是邪的，伊范围内底就对啦。只要是指着讲，世界的因果伊甲破无，出世间的因果伊甲破无，啊世间明明个一面因果，伊讲世间唔是因果，就破无因果啦。哦，伊八正道六道波罗蜜，伊三藏十二部教典，伊如来伊真理在修行，能出世解脱，成就圣道。哦，构成因果关系啊，伊讲无，这种骗人诶。哦。这样妄语也被差的，
因此拔无因故呢，这叫邪电就对了。那么邪电内底有八邪电之一，哦，啊十部内底有哪一个叫邪电？那么各有五电当中啊，其中之一是邪电呢，哦，是指着讲，嗯，世间之所以讲世间呢，就是六道众生自恶业感召的果报啊。但是也讲，无这天然的，这自然的，无因得果的，哦，世间唔是呢。哦，有业因来，这自然就有诶。吼、哦，一个半无因果，你听无？这就是邪见，或者是讲，哦，你是恶个报应的时阵哦，种恶个也无啥物可怕啦。哦，啊，你做不了，嗯，欢喜心，做到善的报应的时阵来讲，啊，善嘛无啥欢喜啦。这本来就有诶啊，吼、哦。唔是本来就有，就天然有诶，天生诶，这拢是邪见就对。伊唔知道一切拢来自于精因，现在是受果时阵，我无精因，讲有后果啦，这就是邪见当中最为邪见诶。我怎讲啊？世间就一面因果啊，难道你唔相信吗？你唔相信世间因果嘛存在？哦，你要甲相信因果嘛存在，所以因果唔是你要信唔信的问题啊。你若有咧自作有做啊，这因落去啊呢，后摆一定感召这个果报哦。嗯，有佛祖来人间，世间嘛是面因果；无佛祖来人间，世间嘛是面因果。所以有佛祖来人间，无来人间呢，世间的因果完全存在啦。哦，要自了解吼、哦，我定讲啦，哦，咱演讲这桌面上这半个庄严的这个，哦，这花蕊呢，玫瑰花啦，哦，这种种花遐尼艳丽遐尼水呢，如果无一人发心呢，来个庄严来个插花呢，哪里桌啊顶这半花呢，伊我都存在啊，伊之所以存在呢，就是有人发心，发心的人。是啥物人？信行法师啊，伊发心来插，哦啊，结果这盘庄严的花蕊伫桌面呢展现出来，这就是果啊。好，因果这么一碎哦。好，我看看未顺眼未介意呢，啊讨厌，这不不的讨厌，我讨厌不讨厌就是因啊。结果桌面呢，这花蕊拢无存在啊，这嘛是因果啊。徛伫善人来讲，徛伫恶人来讲，世间拢总在因果流转当中，浮现出善善恶恶，恶恶善善，要注意了解吼。这世间就是因果嘛。哦，我甲你学了赞叹，就是因；你听你甲地呢，欢喜心就是果啊。我无你甲你要求，我会抹恶，甲你诽谤。哦，我甲你无你要求，你对我有成见。你怨恨我，安尼我头前的动作，甲你诽谤我恶就是因。你对我有意见，对我嘞不满，就是果啊，甲唔是因果。所以世间就是面因果当中去流转，你唔知啥物叫因果，因此破无因果，否认因果呢？安尼学智慧人呢，会个人民个同情哦。所以世间人拢会偏向于自然论呐，爱无因的有果论呐。啥物叫自然论？讲一切善甲恶，哦，伊唔是为精因来，伊自然就会产生的，自然诞生的，无因就有果的，即款叫自然论呐。就是讲，哎，乌鸦为安怎呢？伊毛是乌的啊，用个天然的啊，这自然的啊，吼。好人的精因，一切拢讲是自然的，哦，无因就果的，哦，天下间无天生的、天然的、自然的哦，会记哈。凡事有伊精因，哦，果是由因来的，哦，伊无法度讲出伊精因啊，所以一切拢杀害伊呢，天然的、自然的、天生的呢，唔知讲这乌鸦的毛为安怎派是乌的，伊讲袂出来。那衣服搞来看，真简单。乌暗门有人在戴乌的，
这就是业力感召啊！哦，这乌鸦过去成长做啊了呢，哦，这个业因，哦，该乌就乌因啊，就这个乌的果啊，跟伊业力所造作有密切不可逆的关系。啊，白灵师为安怎问是白啊？世间人自然论还是无因有果论啊？就讲啊，哦，这天然的呐，天生的呐，自然的呐，吼、哦。叫自然论，自然论是邪见，要自了解吼。伊无得讲出伊声音啊！哦，你这话是180公分啊，身材遐尼啊呢，勇健呢。嗯，有伊声音啊！啊，过去生长有做了呢，啊，落脚身体健康的因啊。你生 A A 啊，有 A A 啊声音啊。哦，你生人乌乌乌个出汁。这跟过去成长所做的恶因有关系。你生恶皮肤呢，白里透红，哦，肤色非常完美呢。这过去成长有做啊，真好因的。这富贵跟过去成长的因有关系。你贫穷下贱跟过去的贱因有密切关系。因为果是由因来啊。所以啊，咱佛门讲一句话啊。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呢，今生的作者是。好，非常公平啊！所以过去成长，你想讲，哦，我等你爱带你呢。我过去成长，唔知扮演什么角色，唔知做什么代志哦，爱什么人来哦。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作者是，受者是。你这世的人投胎所接受的一点一滴的好歹善恶是非呢？这跟过去成长所做业因呢有关系，叫做欲知前世因，想要知影过去成长的因是如何如何如何呢？今生受者是，这世的人所受的富贵贫贱顺境逆境，那是是是非非，还是平平安安自在快乐？拢总跟过去成长所做业因呢，有画上等号的关系。吼、哦，伊个讲哦，欲知来世果啊，今生的作者是，你是讲后出世我会做天神、做鬼、做人、做阿修罗，爱往生净土，还是开悟正果？这跟今生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因果有关系。所以呢，你要做人要修五戒啊，哦，你要做天神要修十善啊，这十善就是因，以后成就天人就是果，修五戒就是做人的因，阿麦个来是做人，这就是果。所以呢，五戒就是做人的因，哦，做了这天神，哦，伊的正因就是要修十善。你做阿罗汉，爱修苦集灭道殊胜体，哦，凡事成因的啊。啊，要成佛，你爱修六道万行啊。六道万行就是因，成佛就是果啊。所以不论是世间法也好，出世间法也好，拢总是因果的关系。所以称我个世间是一面因果啦。哦，佮听好哦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啊。个人，咱这个身躯肉体，乃是我的精神界，我的业力果报，跟过去成长呢有直接的关系。那么这边是果的时阵，但是这个果会当当作因，我会当利用这个身体呢来做有意义的代志，帮忙需要帮忙的人，我会当来利用这身躯照过认真来明心见性，来开悟正果。我会当利用这个果报的身躯呢，来弘法利生，度化众生，和众生离苦得乐，含咱同款，保养开悟正果之旅啊。所以果中有因，爱自了解吼。所以因果是一直流转的当中啊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底下是流转一路。好，我听好哦。他是讲否定这因果论呐吼，那么咱怎个讲话啊？富贵贫贱呢？当然，
伊即个有含过去成长有关系的啊，啊嘛袂使否认即世代人的努力甲拍拼，因因果呢是有息息关系的。好，那么就听咯，咱来讲地藏菩萨啊，都有下地下界的人，讲世间是自然的啦，天生的啦，无因就果的啦。即款下界的人啊，卖感召呢对的哦。就是伊无认识真理，无了解呢一切人事物的真相，所以感召颠倒对立之因呢，无唔对。那么下界呢，以佛法来看呢，有六种的果报啊。第一，不见真理实相报；第二，无痴不辨邪正善恶是非报；第三，遍地受生报；第四，思想颠倒报；第五，理性遥远报；第六，感召三道报。咱稍微介绍一下哈，虽然人啊，下界的人，当然伊以后一路呢，会充满着呢沉沦堕落的危机啊。第一，伊不见真理的实相。哦，把这善当作恶，恶恶当作善，好当作歹，歹当作好啊。真相伊无法度了解，实相无法度体会，所以呢，伊变做的代志拢是瞎比瞎见啊，颠颠倒倒。所以呢，咱六祖慧能大师讲啊，讲正见明出世，瞎见明世间。所以问伊世间，爱出世间是问伊有正见还是无正见呢？那有正见，当然出世间解脱成佛啦。你若邪见，较加嘛沉沦伫四性啊、四性六道内底啊，伫三界内沉沦啊。所以啊，修行修者正见的，正见就是哦，正知见。你观念思想的安住伫真理。安住伫如来圣道内底，安住伫个实相内底，代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内未含糊、未混淆，是非善恶，明明白白，这就是圣人呐、啊。所以呐，讲较白话啦，凡夫共圣人，你莫打面细喵，莫讲到底安尼，嘴角全部啦。圣人的定义甲讲出来，啥物叫凡夫甲讲出来？很简单，圣人就是对真理实相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哦，伊不迷不惑、不造业，自在解脱就是佛。伊对是非清楚，善恶明白，有价值无价值，了义无了义，世间的真相，哦，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佛啊！伊未颠倒啊，伊未造业啊，是一个。开悟自性的人啊，自在解脱的人啊，啊，三个凡夫啊，卖一下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哦，不垢不净，不净不净，卖讲迄啦，三个凡夫，啊，凡夫哦，就是呢，善恶不分，是非不分，哦，知唔知未清楚，有价值无价值呢，伊无了解，有圆满无圆满，了义无了义。伊不能清楚啊，哦，迷迷糊糊啊，迷迄颠倒啊，哦，啊，拄着代志时啊，哦，我都了解伊实相真理呢，这就是凡夫众生，哦，所以做了糊涂代志，感召呢糊涂的果报啊，所以简单讲，下界的人伊自然就不见真理的实相。当然，在这经营之下，已经颠倒对路啊！你看真侪人，咱体已经烦恼啊！哦，拢做颠倒的工课。譬如一个讲啊，后生做囝啦，嫁翁娶某呢，哦，甲办一只刀嘞吼，一只刀看几只龙虾爱死，死几只鸡啦，偌济杀生海杀伫内底啦，哦，不论是陆上诶，啊海上诶。啊，半空中去飞呢，哦，飞禽走兽呢，看死偌济都好。如果一只刀下来底啦，
卖讲偌济，我你二十只就好。所有生灵哦，虾啊啦、鸡啊啦、猪啦，搁有只较细只生灵的，最好二十只就好。啊，如果你办到办呢五十只多呢，那不得了。哦，这都滚啊百只，滚啊千只，思想的生灵啊呢。你敢知影这个思想的生灵为何而死啊？伊就是因为你结婚，这姻缘因此构成思想这生灵，这罪位就来，因为你结婚来。哦，伊众生有情啊，你杀死遐众生呢，来完成你结婚典礼，安尼呢，你后卖会受这苦报哦。在眼前挂起来，真是真欢喜，真喜事。唔过一个捌因果人来看呢，这后卖拢是对了之因呢、啊，所以行不得啦。从众生不见真理，不见实相，原因就是邪见。邪见的思想、观念、行为去偏去、错去、去走偏去，不了解真相，因此呢，带来呢，颠颠倒倒、一连串的行为拢造出来。来，玉祖讲啊。邪见明世间啊，正见明出世啊，都真未共尔。我听讲啊，吼、哦，这台火车那是火车头离开这个铁轨啊咯吼，后壁十外个车厢呢，一连串呢，拢总爱变变位铁杆平，爱绝过落去，爱是伊缠绒落去。所以这车头呢，火车头呢，真要紧，伊也正。阿伯一连串车，伊也窜起安尼离开铁机啊路安尼，阿伯一连串的车厢，拢总爱离开铁机啊路，啊边边会起抗平。咱人思想来错误，行为就对错误，一连串错误。哦，所以修行啊，就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修行修一下正知正见呢，都要修过来点啊。哦。个第二邪见呢，那么第六种的这个果报第二呢，叫愚痴啊，不辨邪正，不辨善恶，不辨是非，也得到这个报应哦。你看真济人，把是当作非，因为无智慧；把非当作是，伊无智慧；把邪当作正，正当作邪。因此呢，无法度明辨是非善恶邪正呢，这也就是因为伊呢，自己心内无正见，哦，因此感觉果报。过来第三呢，遍地受行报，就是本文所讲的，你也邪知邪见哦。当然思想偏见，你的行为拢是低谷精神的思想，的习气。拢总是地狱畜生，还是呢阿修罗思想观念，当然感召迄款果报出来啊！哦，因为你感召多一道，拢总是由你思想观念呢来个主导的。我总是要台北可以吧？我要去美国总是可以吧？我要去台南市总是可以吧？我要高雄、彰化、哦、云林。拢总会使啊，我要桃园、花莲、宜兰，拢总会使吧。我要屏东总是可以吧。我是袂当主宰的啊。啊，我的思想观念呐，正确要去倒位，我的两只脚、我的手、我的身躯、我的行为就对行。所以善恶是非呢，拢总不离咱的自性。所以咱人啊，正见的时阵呐，行为就对行。人啊，邪见行为就对外国起出去啊，无唔对。咱人投胎六道任何一道呢，拢总是你的思想观念行为给决定的。哦，所以诸佛就是正见与成佛啊，凡夫众生就是邪知邪见，感召伫个四生六道啊，有公平无？非常公平。所以修道是只是来只正见，那就无唔对啊。正见了后，行为慢慢修，慢慢修，慢慢修。过来第四呢，叫思想颠倒步。邪见它有一个呢，
吼、哦，他有一个正经的，他有一个讲端端正正，那忙对路，吼、哦，你思想忙拢颠倒去啊，哦，好，那么那是呢，思想颠倒啊，拢做了好多代志啊。你看教来嘛，真是菩萨吼，讲伊有修行无，伊嘛去修，有念佛嘛去念，吼、哦，去做好代志嘛去做啊。唔过伊做些代志，伊思想我颠颠倒倒。缺乏了智慧，无够正见就对了。所以呢，伊来去发心嘛。所以讲，有自卑、无智慧为者，做出来代志往往会邪见。你知影吼？那么你那是有智慧、无自卑呢？往往会惊用呢，自了汉一路上去，会自多自利呢。所以呢。有自卑，佮加上有正见、有智慧啦，安尼正面呢有两极化的偏心，这非常要紧啊。过来，邪见六种的果报呢，叫做离性妖怨。哦，第五，佮离性妖怨呢。那么你看，咱佛陀离开咱即摆有三千几年啊，万法时代众生的看哦，拢善根较薄弱。愿力较不坚，道心呢摇摇晃晃，哦，啊，佮听就佮外道思想，哦，啊，通灵的也慢慢去通，哦，卜卦慢慢去卜，啊，烧金纸烧金纸慢慢烧，哦，啊，是讲个人伫遐呢，卜杯也慢慢去卜，哦，啊，佮人个问呢，啊呢，哦，有一个人用问讲，啊，死了后吼。啊，到底是刀台做一刀去哦，这种砍魂、砍亡的啊，砍完去砍就丢了。啊，跟红算命啦，哦，是处女座的、狮子座的、天秤座的呢，啊是呢，十二生肖，处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狗、鸡、狗、猪，乃至呢八二生神，妖怪目一套就丢了。而圣人如故啊，众生所目的拢世间事啊。坎伊开悟见果，坎涅槃不相应，坎解脱未相应，哦，坎上进五路菩提拢都不相应，所以这是无法现象啊！叫做离性遥远呢，众生的根基如浅薄，哦，说来见容易动不动就亲近于外道来见，把外道当作佛道呢，哇，非常悲哀，非常可怜咯、哦。所以我看真济下苦人，下甲无落来哦，念不念到半钟头都无念啊，参禅参了无结果，哇，搁了去外道咧，真济呢。原因就是呢，不得其门而入啊，无拄着善知识，了解经典无去研究了，因此呢，无多入门，生苦恼，生呢就诽谤起来呢。这了外道了呢，啊，规矩看人来算命啦，哦，看人去卜卦啦，啊，看人呢来捧一下罗巾啦，哦，去山头、山腰、山尾、山脚呢，三不五时啊，提罗盘起来摸鼻、摸脚、摸看呢，看我东向、西向、南北向呢，吼，都是佛教都买了下来呢，所以这无听佛作为啊，所以佛作是为教经就讲啊，功夫的地主哦。唔茫插一挂世间事，即含开悟见果先佫无关系呢，目目遮呢浪费光阴，浪费你性命。哦，何况遮物件目目也无法度你开悟见果啊，你精通天文地理啦，你又可能奈何你生死大问题？哦，排老家排一世的人，敢唔免呢随着个投胎转世啊？为何你排老家？哦，伫遐看天文地理人，为何无安尼好安尼下苦修行，了办成事，来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啊，来庄严福慧啊！我认为这才是人生一大事啊！无落家捧一世地人，哦，嘛捧到最后嘛十一个啊，十一岁尔，浪流连一世地人，上命上一世地人，上到自己呢？真错起来，哦，所以念佛求生净土，参你自性和明心见性，
这当今之物了。但是众生离开呢，圣人如故呢，伊神经弥补伊啊。当时自己呢，伊这正法听袂啥着，所以南佛陀三千年前就预言讲好啊哦，讲啊，推步运息啊，仰观心术啊，哦，皆不相应。仰观心术，观车观道啦。哦，看天文地理啦，来讲一个人的命运，这就是跟正法无相应的。啊，像哦，搭汽车啦，哦，推步运输中哦，看天文看地理啦，哦，这好翕，哦，这是金交玉，哦，啊，这是呢，人平火平，哦，这三焦四不得，哦，这种种的问题啊，哦，讲讲一堆呢。这世间发生代志呢，跟生死都无关系。离性遥远的凡夫呢，拢系把世间发到丢了，邪见啊！哦，好，那么第咱呢，感召三道的果报，虽然呢啊，邪知邪见的人，伊无感召三道，迄就奇怪咯，绝对感召三道的，因为思想观念偏离正法呢。所以他这嘛四生六道周旋不出了，哎，就了解吼。好，佮听好哦。总讲一句，以上所讲的呢，这二十三对啊，这就是地藏菩萨深入这因果，然后甲所有呢，咱佛法众生呢，哦，再三的呼吁，再三的叮咛，也就讲。比心的流露啦，有这可能三界四圣的众生呢，来给咱解开咱的因果结，哦，结千万唔忙过呢，继续搁个结落去哦，来偷个咋着？只干那偷掉，咱唔免对着这个呢，三界就多轮回啊，唔你结愈偷，愈结愈精哦，你只背袂离，偷袂离哦，就沉沦去啊。所以地藏菩萨讲，这二十三对的因果报应的状况，因果的这个内涵呢，无非就是呢，咱万法众生呢，大家爱哦，谨慎呐，哦，如履薄冰，无小可无注意思想唔对，行为对唔对，做下这个恶因呐，后面必定感召对类果报啊。可见啊，地藏菩萨太关心咱的众生了咯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伊后边呢，这个向呢四大天王安尼讲哦，讲地藏菩萨啊，伊度众生的誓愿呢，非常的深广呢，哦，伊悲愿呢，非常的广远，好赞叹地藏菩萨的了。你看，那个地藏菩萨安尼讲哦。应该是叫做观的观心度来看好。如是定啊，念菩提众生，心照意业，恶习结果，必前报应，金所乱说。如是定念菩提众生，业感差别，地藏菩萨必前方便而教化之，是诸众生。先修如是顶部，修对地狱动静结束，无有出奇。是故念顶何人何国，无能是诸众业灭众生。四天王闻已，涕泪悲叹，合掌而涕。诸位有看吼？你要看，所以那么。地藏菩萨很慈悲啊！哦，用如是定念菩提众生呢？哦，伊心叫伊呢，拢总是伊恶劣的习气啦。恶劣习气造作了这恶业，当然感召呢恶的果报啊！啊，伊果报呢，就百千不应啊！今仔只是地藏菩萨初六。讲出二十三对因果尔呢，何止是二十三对因果啊？
有无量百千种的因果啊！看你什么心、什么动态，哦，来做出什么因，就感召呢如是无量无边的恶果出来啊！啊，如是等阎浮提众生呢，伊的业感的千差万别哦。那么地藏菩萨呢，一种百千万种的方法，给你透，给你教化。嗯，你看地藏菩萨有慈悲的无？非常慈悲。啊，所以讲啊，所以众生呢，以修善的受这以上所讲这报应呢，然后对着这地狱，哦，经过几啊劫了后啊，哦，要出奇离开地狱啊，非常困难。所以佛陀甲四大天王恁讲啊，讲所有恁四大天王、天神们啊，恁呢在保护人民、保护国家、保护这個社会，唔但我即系所有即系恶业呢，来灭所有众生，令众生了解一切因果的内容之脉，可以忙做业就是。哦，你讲。这客户的遐尼慈悲，伊就甲四大天王安尼讲啊。啊，四大天王道生累劫以来，就护持如来正法的。所以听完这客户做安尼讲了呢，哦，真感动啊！哎，目屎腻腻流，个涕泪啊，哦，悲叹。然后双手合掌的，再甲佛陀来告假，来替你现场。注意想看卖啊！所以讲啊，咱来有心学道人，听到呢佛陀讲这话，咱内心有真大震撼。地位伊无神经，地位呢伊心内无佛陀讲三宝修道这款心态，不然为啥呢？咱看到地间所有众生受苦受难呢，这拢总是伊家己自作自受的。咱关于自作自受，咱爱先提心，讲伊本来就是呢邪见无知嘛。啊，有是呢真正邪见无知犯罪，啊，有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安尼做比赛哦，但是呢伊恶劣的习气，哦，伊太功利主义的，伊明知故犯呢也非常的知啦。结果做了因，感召对着这地狱之故啊。也是非常之，所以讲佛陀虽然心通非常广大啦，佛陀嘛家己讲，我有三件代志我做未到啦。好、哦，叫佛有三不灵啊。讲第一，不灵度无缘的众生；第二，不灵度众生定业；第三，不灵空众生界。咱先解说一下，佛陀。记住三明六通，十八不强法，四无所依，或者十力，然后是智慧、慈悲、愿力坚固、宽容无碍人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嘛阁有一款伊做未到呀。伊讲不能度无缘的众生，众生一面呐还未成熟，哦，智慧呐不足，家己意见一大堆。那么我想要度伊。伊有提出一摆理由甲反驳，就即款无缘的众生，我无在着度伊。这世间人，你要度伊来好修行，讲个意思啊。伊有一摆理由，一千个理由，理由佫比你较济啊。你袂开口呢，伊就甲你呢，甲搪塞啊。哦，我你无讲话伊滴，即款是要哪度啊？哪怕有神通变化呢，会当压起呢？这苏米山哦，甲海水吸不带共功力呢？你嘛嘛无在度咧无缘的众生呢？无缘唔是讲你看我无熟识，看我无缘分，你唔是我亲戚朋友眷属，哦，唔是安尼叫做无缘呢？哦，种你看我众人呐，是我亲戚、我朋友、我眷属，哦，你无听我讲经说法。嘛是同款无缘，唔是伫血缘的关系，是亲情关系、朋友关系。无缘就是讲真理听袂落，哦，你家己有家己意见，哦，因此叫做无缘呐。
会听无？所以有阵时咱读个册是有限呢，吼、哦。那么咱要听别人意见，听我们诶。所以自我意识该坚强人，该有观念人，该有意见的人，哦，迄款的人往往呢，伊无形中一个无形的心房就围起来，因此障碍家己。互家己无机会去客观的听一寡真理，拢总无机会。即个人伊较假，嘛是叫做呐无缘的众生呢。好、哦，所以无缘的众生越多啊，无代表。哦，你若佛陀伊这边呐、啊，看一老阿婆啊，伊就发心要多啊。那么佛陀多袂行啊，那么。一寡佛的弟子就讲了，啊，你是人天的导师，神通广力自在，才度阿婆度袂行啊！伊讲我无法度，哦。那么我讲，如果你无持，你来怎无法度？哦，无持有你看过？佛陀都讲经互伊听，阿婆你走火，佛陀对的呢？哦，啊，走等于房间，对房间，秘里面真靠哦，唔爱见佛陀，就唔爱见佛陀，讲拢无咧信半道，吼、哦。佛陀讲，这无法度度伊，就无法度无缘嘛。哦，啊，然后呢，有缘的多，哦，讲你较济啊，不但听会落，讲十句，相信你二十句，然后叫阿难尊者去度。这个阿婆讲阿难尊者，哇，伊个噗噗跳，噗噗跳就溜了。哦，阿难尊者遐庄严嘛，真可爱，真古锥，有一缘呢。啊，三两句的细细讲讲，尔度伊未啊？佛陀就讲话啊，佛陀讲话啊，用我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我个还未修行去过世呢。哦，那么这阿婆我曾经呢，我有解念过，就讲伊煮饭煮菜时，伫团体中啊，我讲啊，你饭煮了伤过咸，哦，饭煮个臭味大呢，我甲吓一声大声哦，伊甲怀疑伫心内，结果经过。滚啊！八劫滚啊！千劫哦，遐尼久啊哦，我辛苦了呢。伊心内够意见，你想看麦？那么我甲当初滚啊八劫以前，我甲念了哦。阿难尊者对后边呢，想甲你阿婆甲安慰，甲苦劝讲啊，无咪甲多遐个修行人是好心好意哈、啊，你莫挂在伫心内。哎、欸，甲消一寡言以外，迄、那个人呢，想对这个阿难尊者好感吗？有结迄个良性甲恶性都两极化，所以今生内底佛陀要度这个阿婆呢，有够歹度，度袂行，佮放光互伊看哦，佮神通十八变互伊看哦，度袂行就是度袂行。哦，那么这阿难尊者也无放光，也无点亮神通，伫你阿婆头前，伊潜意识、八识根中影现出来，讲哦，对足好感的。善根就这么一回事，哦，恶根就这么一回事。好，总共一句，佛以无法度度的无缘的众生呢。第二，不能度众生定业。众生啊，如果呢，伊的业非常重哦，佛陀讲我无法度度的定业众生。哦，定业怎个不可改啊？啊，如果当改，佮不定业啊？太严重，根本就扭转袂倒转来呢，佛陀无法度。好、哦，过来呢，不能空众生界，就是讲，众生无尽，我佛陀度未了，但是我愿力坚固，绝对无可能的度众生。因此，甲某咪一个坎站准停起来，讲无爱度众生啊呢。所以呢。我虽然众生度不了，但是我愿力呢，始终是无尽期的，尽而来世界的。但是伊佫讲一句，众生我度不了，叫做不能空众生界，空就度尽的意思啦。啊，不能度尽所有众生，众生是无量无边，算袂尽，讲袂完的。好，那么有一处啊，讲这个不能度众生的定业啦。哦，即经典种比论呐、啊，讲众生呐该死的时阵，遭遇这个重大报应的时阵呐、啊，我佛
救都救无法度。一处这个石刻族哦，受这个琉璃王哦，这大军的呢，来呢进犯的时阵呢，把所石刻族全部给抄不掉了。那么石刻族曾经三遍去大量啊冻掉的，有法度冻三遍，伊无法度冻第四遍、第五遍。大军来哦，石刻族坐伫大量拢给冻的呢。琉璃王看佛陀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哇，真认真佛陀呢，他尊敬的三分，这算了这千万大军呢，又回头倒转，连续佛陀动三遍，琉璃王等于三遍，佛陀说，众生定业，我无在调甲哪吒甲动，到第四次进攻呢，甲释迦族呢，全部灭掉去，当中无见人讲，佛陀啊。哦，你今天的导师是大慈大悲，太无救你释迦族，讲众生的定念呢，我无法度个度啦。那目犍连尊者是二圣人呐、啊，阿罗汉伊唔相信佛陀讲定业不可转呐、啊，哦，气气就溜了。用伊的波呢，转甲释迦族呢重要的人物呢，甲修修的短短更伊波，波成放大，这五百几个释迦族的人，运气伫个。道理天的所在，等到琉璃王率领大兵把释迦族灭了时阵呢，伊才运用神通把波个运落来人间。哇，卖看不要紧，这五百几人伫波内变成血水了，定业不可转。佛陀讲，啊，目犍连尊者，你有意见无啊？释迦有多敢骗你啊？哦，目犍连尊者生大忏悔心，他讲众生的定业不可转，那会当转叫做不定业嘛，就是未当转，唔得叫做定业啊。譬如你调感情来讲啊，调感情在今生来讲，化学啊治疗过啊，进第二期、第三期啊，根本无法当完全这个事实啊，这个定业啊。哦，在今生来讲，就第三期啊，叫定业。哦，啊，今生结束了，后出世就无一定呢，搁定业啦，哦，就无一定掉感情啊呢。哦，啊，今生掉感情，来世掉感情，永远掉感情，那还得了？吼吼，这人就做了真歹歹职业啊，是不是啊？今生来讲是定业，后出世无一定掉感情，无一定搁定业了。哦，啊，你感冒来讲，感冒唔是定业啊？感冒呢有时间性的啊，一礼拜、一个月、两个月会好啊，哦，就病病个好，这唔叫定业，哦。啊，那么在呢时间呢长甲短来讲这個问题啦，啊，唔过你个性因感冒呢叫定业，啊，定业唔过这定业会病会好啊，哦，一个不能变成不定业去啊，看安怎解释就对了，哦。那么注意听好，那么。佛菩萨知影众生的定业不定业，业业的轻重、道不深浅呢，佛都有大智慧观察得出来。知影用什么法药，吼、哦，伊用什么法药，吼、哦，用重的轻的、厚的薄的，吼、哦，较深的、较浅的，较广阔、较矮，佛都拿呢呢，都都好，都都好。唔买那千五个人天导师啊，无上义王啊，殊胜的祝福啊。哦，三界导师啊，哦，唔是叫强诶，叫欢喜尔咧。哦，所以哦，成就佛陀了后，一切拢好讲啊。哇，好讲是好讲，时间已经到啊。那明仔载地藏菩萨讲出因果呢，最后一天二十天再会。